你好，12楼之一外送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我想怕打扰你们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是假的，变冷。今天突然变冷。嗯。两位冰冷吗？就是一天热一天。在里面比较没有冰冷。哦，没有，后来有房的。我把窗户关小了。哦、不然廖老师不在这边，然后窗户开超大的，然后我坐在那边冷死。哪里小房间的窗户啊，是哦，那窗户打开，他说要通风啊，他又不坐在这边，我坐第一个位置，超冷的。谢谢。他不在那边，他当然不在。我们的那个窗户是被打得开开
在内底咯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对，哦，是，
你好，请问雷虎公司在几楼？16楼。哦，16楼。好。他坐那两只。右边这两只。哎，对，这只不是。好。雷虎，雷虎，喂，你好，熊猫外送。哎，我在。哦，好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好，拜拜。你好，熊猫外送。对，你刚叫什么名字？然后他说钱放在柜台了。嗯，660。谢谢。660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香啊！天哪，好罪孽，怎么那么香？
哎呦，不好意思。Holy shit！ 逼。那你要上？没关系，再看这一台。哦，还好，这一台。对，因为其实都没什么。我就觉得我男朋友很少，只是刚好我那个换仓库就在家，就帅他。但我这样子就不能弄，只能电话是。Uh-huh.